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变成了一阵风。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变成一阵风，刮来刮去，刮来刮去，直接就刮到咱们院子里了，就刮到了妻子的浪漫旅行。院子，还是这个院子。这节目还是这节目。人我都不认识了。这嘉宾，好像我都不太熟悉。我要是能按照我自己的路走，我何尝不是一个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王维？要是按照我自己的路走啊，我何尝不是一个徐霞客、马可波罗、郦道元？怪了，怪了，真的怪了，怪了，有意思。一个不善交流的人。真想着是一个梦，醒过来还是挺感动的。